抱歉让你们白跑一趟了。希望你们在历练的时候不要针对我，因为那些都是多余的。因为我喜欢这个游戏，然后我对那个成绩蛮执着的，就是要就是打到最好。我会让你们知道谁才是世界第一中路。那我把警放出来，照样可以打爆你们。希望我们在 BOSS 山里面只打两场，早点下班。世界各地的凯撒路，小心啊！你只要出现一个失误，我就会把你击杀掉。